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便。那有一句话说，把人的钱开不了啊。那今天很多这个朋友啊，都在问说，小便，你下祭品了没？哦，意思就是我要当祭品了啊。那当然，这件事情呢，看大家怎么去想了哈。那总而言之，好，今天推出的这个活动里面有一个是最高级的变身抽卡箱大包的。这个就11抽，然后下面这个是小包的，小包的话它是2000钻，那上面这个是4000钻嘛，小包2000钻，它保底给你一张蓝的，好，这边啊，大家自己去看我官网好了，它保底给你一张蓝的，所以如果你想要保底哦，你买这一包啊，如果你想要拼纸片，想要有更多的机会拼纸片，你就买这一包。好，那我相信啊，在这个大部分的人里面其实都很想去拼这个几率哦，但是运这个价钱就比较高一点。好，那既然大家想看，那小编也是在能力允许范围下，就是我自己的氪金允许范围下去来帮大家做一个测试哦。那大家别忘了，这个如果有广告的话，记得帮小编多看几秒啊，这个血啊补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把那个蓝钻哦给它储起来哦，把蓝钻给它储起来。很贵啊，这个东西。好，基本上我今天看到的有一些结果哈，但是我们先不说，直接看这个我们自己的运气是怎么样好了。哦，蓝，好，来4000钻。好，目前呢，我有4536钻哦，就买了。好，来，就是这一包了啊，就是这一包，闪亮亮的大包了啊，来给它开箱下去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它给我一个凭证，然后100颗的龙钻，还有最高级的变身抽卡包。好，这个就是11抽了啊，11抽。好，那上次的话是给，上次给点，一张，然后配300钻，然后卖你360块，卖你300块，好，然后配360钻，好，那这一次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起来的几率到底是怎么样的。来，3、2、1，开抽，好，十抽跳出来了，红利。好，这部分的话呢，好，那我先许个愿吧。好，红利先开。第一张先开红利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这张里面有绿色的，哦，有一张绿色的，看起来很漂亮啊。哦，他给这个绿色的，没有意外啊。再来，这里面也有一张绿色的啊，看起来都很漂亮。这个，因为他保底一定给你那个绿色的。哦，这张里面难得出现纸变了，但是两张绿色的就有点状况不妙了。停下来了，再来。刚才这边也有绿色的，但是它闪红了，它闪红了。好，还是失败。再来一张，哇，这一张里面也是有绿的，但是闪绿，闪蓝色，闪蓝色。哇，这张也是中绿色哦。现在已经六张，1、2、3、4、5，五张绿色了。来，再来，我觉得反过来好看一下，哦，也是有绿色的，紧张啦！再来，哦，这个最烂，目前看到开到这一组里面是最烂的，绿色一大堆，纸片只有一只，哇，剩下最后四张哦，所以目前看到是5、6、7张的绿片，这个几率你敢信？4000钻啊，4000钻买一堆绿变，又是绿的环梦啊！天哪，这几率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！再来，有纸变，但是也是有绿色的，哇 ，GG， 剩下最后两张喽，剩下最后两张喽，再来。
哇，这个几率不想讲了，最后一张。各位观众，十一绿，四千钻买十一绿，感谢收看。但是我们今天还没结束。他给我们那么多绿，不来喝一次怎么行呢？小编现在把这些东西啊，统统把它解锁。我们来喝一波，至少一个蓝的吧。十一绿这个几率能看一二三四来做第一次的合成。来抽卡，哦，死去了，没中。好，再来第二次的抽卡，更正，第二次合成 ，Go！ 哇，又死掉了，又死掉了，真的是丢水沟，丢水沟！哇，这个如果运气没有很好的话呢，真的建议你不要买那个四千钻哦。啊，你像我现在这个就是最佳最烂的示范哦，连保底蓝都没有啊！好，四千钻，来合成 ，Go！ 这个有了吧？看还没有，没了，空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丢水沟，丢水沟的概念啊，各位。这个小编先示范给大家看，所以我们再回来讲一下哈。因为我们就是已经有心理准备，它大概会是这个结果。好，我再讲一次哦，再讲一次。上面这些血淋淋的教训，我相信会是百分之至少70%以上的人会是这样子的，尤其是在后面合卡这一段，真的不会有太好的结果。如果你不想跟几率去赌的话，我建议你这个四千钻直接挪来下面买这一包。好，直接挪来下面买这一包，你四千钻买这边可以拿到两张的蓝变，然后还有，好，两张蓝变之后，你还会有四次的这个最高级的抽卡券，还有十次的高级抽卡券，这边你也可以去抽。那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基本上你已经可以抽到了。好，那如果这边这两个买完之后，你觉得还不错，运气还不错，你再去挑战这个四千的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小编这个血淋淋的非洲人的这个示范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好，那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记得要帮小编按个订阅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